还是这个我行。准备骑手盲狙你了，橙子。那你等死呗。有没有揍大嘴？我是一号位啊。诶，我先看你一眼再说。观看副将，哎，原来是你小子，是你把鬼子引到这儿来的。我一说，一看就我们不是一个国家的。哼，我手长一点，直接把你给冰了。啊，原来是你小子。哎，都去看你去了。多大仇哎呀，厉害厉害，已经想拿盾啊，没有那么容易。我咋就没看到一张新牌呢？都特别奇怪，我们是不是进错了啊？到现在为止，一张新牌都没见过。无中生有。白银狮子，明光凯呢？话说，我觉得明光凯做的太弱了，至少要做成能够防止所有的那个火属性伤害吧。他竟然只能防火杀、火攻和那个，也不是防，只是成为目标时候取消，真的太弱了。很强的好吗？你知道吗？之前我遇到一个就是三连位，你知道吗？我手上一个火烧，就因为我下家装了一个那个荧光铠，我火烧连营用不出去。你要记住了，只有是下家的时候你用不出去啊，那不是下家的话还是能用出去的呀。所以说你不觉得还是太弱了一点吗？如果明光铠可以同一队列里的人全部不能收，那还差不多，我觉得。这已经很强了，好吗？你就哪怕是二号位，那三号位也上不到啊。戮力同心，你蔡文姬还亮啊？我要砍你了，楚楚，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哼 无懈可击。哎呦，发现一张新牌！哎呀，这个人的装备怎么这么多啊？水淹七军。啊，原来是你小子，是你把鬼子引到这儿来的，还想拿装备？为什么我，你知道吗？我起手摸两张，我摸两张杀闪，然后我又摸两张，又是杀闪。这个三血的去打那个三血的，宁教我负天下人，曹操，休教这曹操天是下丢人万负箭那个我。吗？曹操竟然丢万箭啊！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的天，看我的厉害！啊！哎呦，这孙尚香太史慈好厉害啊！还直接啥双叫亮不的，打我？这么嚣张？应该会打魏国吧？毕竟，哎，这都不一为什定，么不打魏？不一定有魏国，谁知道他为什么？我当要替天行他要道。打我，拼不过他，难道你是被开山鼻窟了？有可能吧？估计是个看直播的，否则
号梦中杀人。那没辙呀，直接孙然香太双恋，哪有这种打法？宁教我负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负我。陈子啊，其实我很想帮你背一下的，但我不知道你是什么。你不用解释了。哇！哇！三个挟天子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三个挟天子，太厉害了。哎，蒋老师，你贿赂我一下，我可以给你一张，对吧？你给我，你又摸不了牌。调虎离山，不过你要不就全给我了吧？就我要秒全场啦！我副将是张飞，大家小心点。是水淹七军狠啊！可以死，结果他死的那么快，你敢信啊？死的也太快了。曹操，虽然我对不起你，但你不要怪我心狠手辣，毕竟我们不是队友。然后剩下四个是蜀国，怎么办？那就送蜀营啊。橙子，不要怪我心狠手辣。可以啊，你可以试试看。不要怪我心狠。圣人之至道，在言。听说你要心狠。挺好的呀。听说你要心狠手辣是吧？我也觉得挺好的。就这样啊，大卫出来了。哎呦，我鞋垫子不能用了。可以用的呀。爸爸，你是群之一啊，除非再出来个位，那你就用不了了。好，再见。看到没有？估计大卫受伤，要野了。什么？跟你说，外面全是胃啊！这帮人就是在那装呢。刚刚我说要杀邓艾的时候，你不是说四个鼠吗？你怎么改的这么快？四个胃也很有可能啊，又不是没见过。我给你一张神牌，挟天子吧。这个厉害不？这个也不一定好用，我跟你说。我不敢给夏家，万一夏家是个位怎么办？是很有可能是个位的。你先想想，我万一死了你怎么办吧？好吧。凉拌呗，我也没办法救你，任你一个吧。刘宇，万一是个位，给他。后立，不得撤退。四个位出来了，那就知道给我下家了。四打三，不是很能打得过呀、啊。哦哟，被吃国武蟹了，我的天！挟天子也用不了，过河拆桥，好难受啊。屯田，上保国家，下安黎民。怎么打呢？我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人生了。我有可能直接就被他削死了。削什么呀？唯一你是先打回合，唯一一张能灭他们全国的牌交到你手上来了。有郭嘉在这里，还有荀彧在这里，你觉得有期望吗？赌一把呗，万一出个铁锁呢？连一下郭嘉和邓艾。哇，我觉得可以考虑先乱舞，你觉得呢？前提可以啊，对了，前提你有闪。闪是有，先把这个用了。那你乱呗。哎呦，对，先乱舞肯定没错的。让我看看。你们求生的意志有多强烈？这时候如果他去杀荀彧，
强行劫命的话，我还有别的办法。你再动我一下试试。他要想让邓艾活命，就必须强行给邓艾劫。我永不背弃。而且有可能他这样打的话，司马懿直接莫名其妙就死了。如以孤立无援，乖乖临死吧。这样的话呢，就少了一个劫命目标了，或者说就少了一个障碍物了。那你这样打也是等死，他也只能杀队友。杀，哦，他两填了已经，他一填了，哎，只那能杀到我，幸好我闪躲。玄机已经到了是吧？下回给他让个位置。闪，这个人就没办法了。杀，嗯。我得先把桃吃了。火烧连营。哦，这郭嘉卡在这里是烦。哎，你知道火烧谁给的吗？邓艾给的。是是是。如何自救？他好像给他劫命了一张。在我这他妈也太强了。还好。上脑啊！我这不过我这还有，我这还有一张三尖刀。我这还有张三尖刀，也很好用。这是什么？妈的，一张敕令，我靠，毛用都没有这个敕令。火烧连营，再来，且看你如何自救，我还不信了，我靠。妈的，摸了张敕令，你敢信啊？孤立无援，乖乖临死，这总得死了吧？还没有开始啊！我操，我能挟天子了！哎呀，好爽啊！这就是金虫上脑的下场。对啊，顺手牵羊，我能挟天子了，那这张牌就变成好牌了。来，三尖刀，吃我一击，三尖两刃刀。看你如何自救！想到，啊，太强了，贾诩。我想想怎么打啊。其实，如果那个郭嘉有闪的话，你不就杀不他吗？应该杀我三尖那个出虎比较好。我有挟天子啊！你是不是活在梦里啊？都跟你讲了几遍了，我有挟天子。我妈里放什么呢？先放这个吧。准备下回合开一下，这回合可以不开。挟天子以令诸侯，然后我弃的所有牌全部都可以给队友，太强了，我靠！是我强好吗？啊，谁给你的火烧？成天之道，以治人之情。这被他削也没办法。看我先登城头，立下主功。太逗了，他真会笑啊。谦者得之柄也。哎，那意思意思给你一张吧，好吧。哎呀，这张牌怎么来的那么迟啊，我靠。摸了个玉玺。我想一想，摸了个玉玺。你把木马传了，把玉玺装了呗。等等我想想，我要不要把木马把玉玺放木马里。啊，他投了。想想也是，总归要投了。我反正是肯定拿三尖刀砍你了。哇，这火烧连营是强啊，简直是大卫的噩梦啊！关键因为是贾诩的火烧，这还不是一般人的火烧，他这个牌肯定是赢不了。那我们继续吧，让我看看你们求生的。